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卤素元素的性质，哪些是原子序增大而渐增？那卤素的话就是浮力秀点二，就是在这一排，原子量越下面越大，好，这也是没有问题的，运输坐标一看就可以知道了。原子半径越下面越大，好，因为它越下面电子数越多就越大圈，所以原子越大没有错。那酸性的话哈。这个越大越下面，它的酸性越强也没有错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如果说越下面的话，那它的那个电子那个原子越大颗啊，原子越大颗对氢哈就越拉不住，所以氢就越容易跑掉，它酸性就越大也没有问题。那熔点哈，你只要看部首就知道，氟是气态，氟氯溴碘，碘是固态，所以越下面它的熔点是上升的，这也没有问题。活性大小，氟是最大，好，所以那个氟氯溴碘二，氟氯氟是最大，所以那活性大小是越下面越小才对。